北跟万尊合作共赢。是啊，我加他一下微信吧，加他一下微信吧。如果说加他微信，如果说他不合作，说是公司的问题，那肯定就是那个高伟的问题，不让我俩合作啊。但是不让我俩合作，我也不会 diss 他。SSR 选正在准备呢。前两天叶楠去东北见了一趟我万哥，跟万哥聊挺多，然后万哥提的最多的就是我，然后叶楠回来给我一顿传达，一传达完我基本也有逼数了，就是全在这儿了。我是十分想跟万哥合作一首，就是10年的感情也放在这儿了，一起练习，一起 freestyle，一起 battle，一起做歌，就是感情都放在这儿了，别提他了。然后，万粉也想看，对，我尽量打辅助，feat 一首，我尽量打辅助，好吧。我们懂你，你重情重义，对朋友没毛，只要朋友对我没毛病，我对朋友都没毛病。叶楠去了一趟东北，说老万说是怎么地了，这好，说你这好，说你那好，给我讲了一通，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，挺不是滋味的，然后我就那啥了。